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3月7号的《原视晚间新闻》。国民党团正式公布核四公投的主文，题目是是否同意停建核四，题目出来引起民进党抨击，发动干部全力反击。有平面周刊报道，原住民族人杀猴吃猴，文仲的猎人还被以泰雅族的巴莱当作化名，有老猎人批评媒体又把狩猎污名化。今天中午11点36分，花莲秀林乡发生规模5.6的地震，由于属于浅层地震，因此全台有感，气象局表示是正常的能量释放。中华队拿到世界棒球经典赛8强的门票，顺利挺进东京，即将在明天晚间6点首战地主队日本队。今天中华队的球员积极备战。国民党团在今天公布核四公投提案的主文，主文内容正是在野党最不乐见的题目。这一次的题目叫做您是否同意核四厂停止新建，而且不得运转？这个题目依照目前台湾的公民人口数，必须要有超过900万名具有公民投票权的人出来投票，而且其中超过半数以上的人选择同意核四停止运转，那么核四才有可能依公投法的公投结果停止运转。国民党方面表示，理由书里面会将反对跟支持核四的意见都共同陈列出来，现在这个提案交由国民党立委李庆华提案。核四公投争议，立法院国民党团正式公布公投提案主文，主文的内容为你是否同意核四厂停止新建不得运转，同时理由书也出炉，包括反对核四理由5点以及支持核四理由5点，正反理由并陈，并有选区在核四厂的国民党立委李庆华提案，强调力拼投票率过关，并预计在未来5场公投辩论交由反核的民间团体和学者专家担任正方，向反方行政院进行辩论。正反意见俱陈啊，里面都有哦，它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一份，所以我相信不管你是永和式或者反和式，我们不分党派是不是一起的联署，政治人物尽量不要站在第一线，政治人物手尽量拿开。国民党团书记长赖世葆表示，公投主文已反复讨论精简，因为停止新建和不得运转不能分开，需要一气呵成，否则未来要公投2次才在主文一起呈现，预计4月中下旬就可排入院会议程，目前正在展开联署，也将邀请各在野党加入。总统马英九也在国民党中常会重申，核四要在有核安情况下才运转，但世界各国对核能政策的态度，包括日本核灾后却不废核，都值得国民在公投前深思。核能安全是最重要的，必须要确保安全无虞的前提之下才能够来运转啊，没有核能的安全就没有核电。国民党文传会则推出核四文宣，内容点出日本已经考量重新新建核电厂，那台湾的选择呢，也举出台日对核能的依赖度差不多，列出种种数据要交由民众判断。记者李小刘哈林台北报道。核四到底要不要续建，而一旦真的要公投，那么公投又该如何进行呢？这一次国内两大政党的意见几乎是180度完全不一样。针对国民党团今天公布的核四公投提案主文，今天上午立法院民进党团第一时间表达民进党是绝对不会接受的，下午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也亲上火线反击。苏贞昌表示，这样的公投主文是意图用文字来扭曲民意，用技术性的手段踩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继续新建核四厂，而且要核四继续运转。苏贞昌说，呼吁民众309废核大游行，大家都要站出来，要展现人民的力量，停建核四。国民党团上午公布你是否同意核四厂停止新建不得运转的核四公投主文，民党主席苏贞昌亲上火线批判。苏贞昌以上午的地震为例，强调台湾是处在地震带上，所有的核电厂都在或接近断层带上，所以有越来越多人站出来要求停建核四。而苏贞昌也说，国民党所提的核四公投主文，人民绝对不会接受。这是国民党企图用这样的文字扭曲，来不但是要继续新建核四厂，更是要继续运转，这是违反民意，这人民绝对不能接受。不止党中央火力全开，民党立法院党团第一时间也表达了反对立场。这一个主文是
谁提案，国民党党团提案，就国民党直接拒文；就个别委员提案，就个别委员拒文，而不是呢在玩弄这样的一个玩弄耍弄这些小手段。民党强调，国民党未来一定一关又一关，用尽各种手段布置一个个对停建核四最不利的战场，而民党无法选择战场，但人民可以决定胜负。因此，高分贝呼吁309废核大游行，大家站出来，一定要成功停建核四。记者台北综合报道。面对几乎已经势在必行的核四公投，以及主文又已经出炉，民进党方面全面反击，却在38妇女节前夕，民进党妇女部主任陈莹呼吁妇女们要在3月9号这一天站出来反核。民进党妇女部主任陈莹和反核的妇女代表手中拿着在1986年车诺比核灾后出生的畸形儿照片，反对核四续建。下个月即将临盆的核姓孕妇表示，希望自己的小孩出生时是健康的，而不是变成照片中的小孩模样。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台湾发生。那我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有选择不要核四厂的权利，所以3月9号，希望大家都能够站出来声援，加入废核大游行，希望可以让小孩子在一个平安的环境里面长大。发电的选择有方式有很多种，那除了核能之外的话还有很多种，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去思考说有没有更安全的。妇女部也公布一份民调，有高达60%以上的女性反对核四续建，怀孕的妇女都希望台湾是个安全无虞的环境。妇女部主任陈也站出来，认为反核也是女性团体力争的议题，尤其是在福岛核灾之后，停建核四已经不是政党问题，而是攸关全国人民性命的重大关键。身为妈妈，我想都有那个义务，也绝对有那个勇气，不让自己的孩子暴露在任何危险的环境当中。去年才发生的这个核灾福岛核灾的这个事件，其实两个事件都血淋淋的呈现在我们眼前，可是我们的政府就是不害怕，一直说核四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人类真的有那个能耐可以对抗天灾吗？陈也表示，目前政府都无法给予承诺，保证台湾不会像日本一样发生福岛核灾。人民有权利选择要不要续建核四，也呼吁309女性都能够站出来声援反核大游行，希望给孩子一个安全无虞的非核家园。我们要孩子，不要核子。再一次，记者戴凤梅要台北市采访报道。在3月9号的反核大游行当中，即将会出现一个队伍，就是反核废料的队伍。由于政府在兰屿组成核废料已经30年，而且日前有台湾中研院跟日本来的学者都指出，兰屿有部分地区测出疑似超标的辐射值。为什么核废料要放在原住民族的土地上？而何时又可以把核废料迁出兰屿？在这一次，有原住民族人站出来。还我三只拳！还我三只拳！核废料滚蛋！核废料滚蛋！族人一起呐喊：“还我生存权！核废料滚蛋！”就是要政府听见民众的诉求。为了响应3月9日的核废大游行，7日原住民族政策协会先行在凯拉格兰大道来呼吁，不管是原住民还是非原住民籍，都应该要一起为自己的土地发声，都要一起站出来，遏止核废扩散对大地与人身心灵的毒害，拒绝再有下一个兰屿核废危害翻版。我不希望有下一个原住民地区受到跟我们一样的伤害，必须要去认知这个就是对土地的危害，这核废对土地的危害，所以大家一定要在3月9号的时候走上街头，因为那都是要迎向新的未来，新的一天。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些行动的话，政府是不会听见我们的声音，所以必须要表达你的愤怒，号召我们可能在都会区的我们的族人能够针对这个309，就是一起出来到我们的原住民大队里面，然后针对像是说针对南田核废的这个厂址的这个问题，跟兰屿那个核废料迁出的这个问题，希望我们的族人也能够关心，然后甚至是站出来跟我们一起行动。现场原住民族青年也以戏剧的方式来呈现核废进入对当地居民所造成的问题。青年们希望以自己的影响力来让更多的人正视核废问题。年轻人就是力量，然后所以透过用我们年轻人的行动，虽然我没有演啦，都是后面这群很辛苦的台大的学生，对，然后可是我们
坚决反核，坚决反核废，核废先出蓝语，这样子的问题应该要台湾集体来承担，而不是交给原住民去处理。而核废料储存厂最后的候选长址，除了金门乌丘，另外也选定在原住民族地区台东达人的南田村。台东核废反核废联盟代表也特地从台东北上，要控诉台电以回馈金误导当地居民对核废的安全质疑，践踏了原住民的尊严。50亿也不是用这个50亿就可以收买我们的土地，也可以收买我们的人心。所以在这个地方，代表台东的反核所有的团体啊，以及我们原住民的部落呢，在这个地方郑重宣誓，也郑重的控诉台电这恶行恶状，真的是残害了原住民的心灵，也残害了我们原住民的土地。我们坚决反对核废料进入到我们的土地上面。反核废团体也希望政府能够尊重原住民族基本法，核废料迁出兰屿之外，不应该设置在台东南田村，还给原住民族干净的非核家园。记者们8号台北市采访报道。政府在30年前跟兰屿人说，只是暂时把核废料放在兰屿，会在尽快寻找下一个永久储存核废料的地点。不过牵长时间，一延再延，一拖就是30年。目前经济部相中的两个建议候选城址当中，令原住民族相当震惊的，就是其中一个又是落在原住民族的部落，地点是在台东达人乡的南田村。今天台东的反核联盟也特地声援即将在3月9号所进行的反核游行。烧狼烟朗诵，孕妇坚持要孩子不要核子。在台东县兰屿乡拥有30多年的核废料储存厂，到现在一直是兰屿芽苗族人的心头大患。在租约到期后，台电始终没有要迁移的规划，让芽苗族人对政府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族人在记者会上更是情绪激昂的表达，认为政府将核废料放置在兰屿，并未给兰屿带来很大的便利。兰屿从来没有接受到就是享受到核能发电的这样的任何的一个便利的时候，竟然把这样的一个东西丢到兰屿。此外，排湾族的访核成员打个闹也朗诵一段诗，表达访核立场。台湾这块岛屿上，等待着，等待着醒过来之后，迎接那3月9号之后，第一份没有核废料污染的早餐。长老教会东排中会议长林天福也以自己的老家在达人南田核废料储存厂潜在厂址旁的深永部落，表达他对核废料落设在南田对部落的影响不小。那个地方看起来是很偏僻，但是那个地方是一个好地方啊，是一个观光非常有价值观光的地方，尤其是有机蔬菜等等所有的农作物，真的是影响非常大。孕妇也站出来反核。我这一句话，要孩子不要核子，我们要一个没有核废料的台东。这次的反核行动让全台的民众真正关心核能。台东反核行动联盟总召集人杨宗纬最后认为，要终结核能，应该从台东来启动。我们希望全台湾都能够重视这件事情，因为这不只是台东的事情，这是全台湾的事情。你要变成一个干净的一个台湾的话，一定要守住台东这片土地。反核行动风起云涌，目前参与台东反核大游行的人数出估已超过1000人。记者高兆飞院福禄台东采访报道。原住民族学生也举行反核音乐会。来自各大学的反核青年共聚呐喊拒绝核电，越接近309反核大游行，北部的反核团体气氛酝酿的越强势。由学生自发性举办的核废三部曲活动，这次主办单位也以行动具表达兰屿芽美族人受政府强制存放核废料的不满情绪，而各个大学的原住民社团也以歌舞来表达对土地守护的坚持。不要看他说在台东县，然后其实他离屏东县也很近，就离我自己的部落，就是其实那个核废料如果说一引爆的话，其实所有人就是不可幸免，然后甚至是整个台湾，然后觉得这不会只是台湾原住民族的责任，真的是台湾人民的责任。所以我会希望就是我们来青年来发声，然后希望能够再号召更多的青年来一起站上街头，然后尤其是我们旅北的读书的学生，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拿什么来这边，一定是我们的家人的就支付我们，然后一定是我们的部落的祖先，就是部落的老人家，他们就是给我们支持力量才能来到这个地方，对，我觉得不能忽视，让号召更多对反核议题支持反核的人，去让所有少数的声音连接起来变成一个多数的声音。世信大学除了邀集各大学原住民学生及师生外，也特别邀请蓝屿青年行动联盟前来分享更多核废储存厂背后的真相。看到这么多年轻朋友为蓝屿核废料抱不平，雅美族人都感到很感慨，为何连核废议题也需要传承至下一代？对政府真的，这个政府很丢脸，真的。因为为什么反核要传承？我们有文化还要传承呢？说真的，文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反核传承这一块要牵进来？所以很感慨。一位日本籍大学生回想起自己国家311的福岛核爆事件，认为自己更应该站出来号召更多国人309一同站上街头。我身为日本人，我一定要反核，因为311也发生了，而且那个核电厂是乡下的人被迫接受的，所以都市人也要站出来反对。我觉得我们有责任要改变这个不公平的事情。支持是口号的，行动就是309一起去走，用行动去表示出我真的是支持这件事情。那更重要的是309之后我们如何再继续关切这件事情，那个才是最永久的。3月9号即将召开反核大游行，蓝屿青年行动联盟会与北部原住民大专青年会站在游行的前头，除了反核四虚建外，更要为雅美族人的核废料迁出问题呐喊，就是要政府不要再忽视边陲地区，还给原住民族公平正义的发展。记者阿普斯朗阿鲁台北市采访报道。有平面媒体周刊报道，原住民族人杀猴吃猴，文中的猎人还被以泰雅族的族语巴莱当作化名，有老猎人批评媒体又把狩猎行动污名化。这一本3月7号出版的周刊，斗大的标题写着直击恐怖猕猴宴，字里行间虽然没有写到猎人的族群身份，但却以巴莱以及斯诺比作为化名。巴莱名称被泰雅族、泰鲁格族以及赛德克族语称之为真实的意思，冠上了泰雅族语的化名。这一则报道内容让新竹尖石乡的泰雅族老猎人，同时也是县议员身份的曾安胜看了大为光火。有记者说带我去，他是很高兴，以为是好事了。嗯哼，其实这个对我们原住民是一个抹黑的一个做法。可能是因为这个记者他要能够卖的多一点这个杂志哦，就把我们这个年轻人就这样乱搞。议员表示，报道内容并没有该猎人的回应，也没有说明准确的狩猎地点，更没有站在原住民族生存与传统文化立场来做记录。众多网友也对周刊的报道感到气愤，里头写着很恶劣的报道，也有人说报道太偏颇，会让不知情的人对原住民有不好的观感。报道一出，社群网站议论纷纷。打猎经验20年的泰雅族牧师鼎定表示，报道里的内容与泰雅族猎人的狩猎行为大有出入。他不认识原住民，写这个文编的人，写这个文章的人。第二个，他不知道这个台湾猕猴的习性。那第三个，他也不知道原住民狩猎的禁忌是什么。如果他找的这个原住民，如果说举枪的这个是原住民，是我们新竹的人来讲，那我敢说他不是猎人。老议员与牧师严正斥责周刊偏颇的报道方式，并表示这般对原住民族污名化的报道只会徒增不了解原住民族传统生存文化的朋友对原住民族的狩猎行为有更深的曲解，严正谴责周刊报道对原住民族狩猎文化的污名化。记者巴鲁巴扎新竹尖石采访报道。甚至有原住民族人说，其实周刊里的照片看不出来是原住民，但文字却刻意的写了原住民的猎人。甚至有人怀疑周刊疑似教唆民众猎猴吃猴，以做成报道来卖钱。不过今天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来自周刊的回应。周刊报道，记者透过关系找到猎人深入中央山脉直击猕猴宴的过程，而当中猎人的名称用的是化名，称之为巴莱。
不过一翻页又清楚地写道：“巴莱说，我的这个称号不是随便取的，只有一级猎人才能叫巴莱。这到底是不是用化名？相信观众自有评断。不过狩猎经验超过半世纪的老议员却语出惊人地表示，看不出照片中的人物是原住民族人。”巴莱没有这个名字，我们原住民，我们对其他族从来没有这样的名字，可能是这个汉民呢，化为原住民，巴莱这个名字他找不到名字，随便编一个名字吧。就那你觉得他会是原住民吗？原住民不可能白天跟着记者去打猎吧，可能是汉人也不一定啊。事实上这个报道是它是相当一面倒，而且是非常偏激的，就是有在引导别人去、去抗衡我们的这个狩猎习俗的。原住民的打猎区域或者是你的狩猎模式里面、实质在进行打猎的过程当中给你做成这种拍摄的过程，不可能嘛。两位猎人表示，照片中的人物是在白天进行猎猴，但原住民族的狩猎行动都是在夜间，而猎人进行狩猎之前会用酒向祖灵祈福，并非到所谓的山神庙来用香烟祭拜，行为模式完全不符合原住民猎人的条件，并且仅用化名，并无法证明两位狩猎者具有原住民族的身份。议员还质疑，若记者一同随同打猎，又认定猎杀保育类动物，当下不禁止打猎行为，甚至还拍摄记录，那么记者有可能就成为了猎杀猕猴的共犯。记者巴鲁巴扎新竹电视采访报道。日前，台东地方法院判决排湾族的男性改造猎枪无罪之后，检察官依然依职权提起上诉。为什么台东原住民法庭做出来的无罪判决，检方还要再上诉？检察官，这个台东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江孟之就表示，关键在于内政部一直到目前为止对猎枪的定义并没有修正，所以检方依然会依现行的猎枪管理规定进行起诉。在台东地方法院在农历过年前受理及判决无罪一起有关台东太麻里乡张姓原住民族人持有喜得丁改造猎枪之后，台东地检署检察官仍依职权提起上诉。张姓乡民对于检方的上诉有些无奈。我觉得都市里人不晓得我们乡下原住民的生活，法官做的判决，我觉得对我们原住民来说蛮公平的。台东地检署检察官上诉理由主要是依据目前的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八条规定，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钢笔枪、瓦斯枪、麻醉枪、猎枪或空气枪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所指的传统猎枪应该是冲田式猎枪，在尚未修法前，检察官仍有权提起上诉。所以如果说法院有趋于一致的见解，认为说这样的情况都是要判无罪，这个许可办法不合适，有违宪之余的话，我觉得说我们也是可以跟包括司法院或者是内政部大家来坐下来讨论一下，就这许可办法是不是要做一个修正。以目前法院设置原住民专股开始受理原住民族案件之后，对于原住民族人涉及的案件也有进一步的理解。至于各界所期待的检察官是否也应该对原住民族的传统惯习及文化有进一步的研习呢？台东地院有设置原民专股，那本署的话也有针对这个原民专股有因应的原民专组的检察官，我们有总共有2位主任哈，以及2位检察官，我们有4位检察官组成一个原民专组的案件。原住民族人基于安全使用改造的喜得丁猎枪。尽管台东地方法院判决无罪，但检方仍用现行的猎枪管理办法相关法则进行上诉。台东地检署表示，关键就在于猎政部对猎枪的定义，这不合时宜的规定有没有必要修，应该做进一步的探讨。记者葛德飞、杨富禄台东采访报道。来到花莲寿丰水莲部落的阿美族人吴千来，他花了20多年打造的一个休闲游憩区，在东海岸相当有名，但是在6号的晚间，因为电线着火引发火灾，珍贵的木雕作品一夕之间都变成了木炭。这个电开始起火的，然后呢，我们有游客在这边住嘛，他先发现有这栋有火在烧，很遗憾的就是消防队有照时间到这里，但是没有办法
进来。屋主吴千来指着牛山虎定休闲游憩区因为电视走火造成这场大火，加上通往牛山虎定的道路非常狭窄，部分路基又掏空，造成救灾困难。看着20年打造的牛山虎定还有房子被大火烧得精光，屋主内心相当痛心。刘先来看着烧毁房舍，四处搜寻是否还有完好作品，但20年来木雕作品跟珍贵木头早已被火烧得面目全非。虽然这场火灾无人伤亡，吴千来儿子看着父亲作品付之一炬，难过地说：“房子可以再重建，作品可以再雕，但是当时的创作情境跟灵感却无法再重来。”我觉得作品哈是一回事啊，那个心哈。我觉得比较痛，作品可能再做，做了没有以前的样子，可是那个你要有那个心再来做，可能就难了。我觉得这难能可贵就在这里。吴千来20年光景都花在打造家乡的祖产地，40岁前往日本学习园艺造景，他的好手艺将牛山虎定打造为美丽景点。一路走来，吴千来曾经被朋友笑说傻瓜，但他梦想终究实现了。老三年的。24年，大年年，然后是70多岁这个，把不了那个都办过啊个好，啥地没人好，啥地没人过，路都干没，路没到巴拉，路没得，路没拉，那妈妈也打呀，巴拉，很多个过啊个，都菩萨大年年没得巴拉打过，那没上阿天那牛山。这片美丽风光充满着许多历史。10多年前，台电曾经打算在牛山盖火力发电厂，环保团体抗争之后，建厂计划作罢。牛山海湾也曾被划归为军事管制区，如今土地也归还给吴家。吴千来父子是素人艺术家，捡拾海上的废弃物作为艺术创作素材，更利用漂流木打造充满简朴跟原味的小木屋。每天都有上百位游客前来，遇上这场大火，没有烧毁吴氏父子重建决心，但却烧出了救灾系统还有交通问题。记者改造花莲受风采访报道。今天中午，全台的民众可能都感受到地震的威力，尤其是花莲人的感受一定特别深刻，因为11点36分的时候，花莲秀林乡发生了规模5.6的地震。由于属于浅层地震，所以全台都有感，震度最大地区在宜兰高达了5级。不过气象局依然表示这是正常的能量释放，虽然今天您可能都吓了一跳，不过气象局还是呼吁民众说可以不用太担心。中午11点36分，电梯突然剧烈晃动，民众被吓得捂住耳朵，一打开门就仓皇离开。花莲这家超市的货架也看得出来不断摇晃，天花板的吊灯晃得差点掉下来。对花莲人来讲，这应该是还好。对花莲人来说，可能真的习惯了，但太鲁阁的游客却吓得抱在一起。马路上满是落石，连号志灯都被打凹了。同样临近震央的宜兰，摇晃的时间更长，持续大概1分钟左右。这起地震震央在花莲秀林乡，规模5.6，震源深度只有15公里。宜兰、台中震度高达5级，花莲、南投、新竹4级，桃园、苗栗、台北及彰化、云林3级，嘉义、台南、台东2级，高雄、屏东及外岛的澎湖也有1级。气象局表示，因为震源极浅，才导致全台有感，但属于正常的能量释放。菲律宾海板块每年8公分左右的推挤，台湾大概规模6以上的地震，平均一年大概3次左右，但是相对的规模5到6的地震，大概就一年大概有30次上下。气象局表示，根据以往资料，这回震央附近发生过最大的地震，规模也只有6。而在今天这起地震之后，短短5个小时，附近地点发生了16起规模3到4的有感余震，也很正常，民众不必太担心。记者台北综合报道。中华队拿到世界棒球经典赛8强的门票，顺利挺进东京了。即将在明天晚间6点首战地主日本队，而在今天中华队的球员积极备战，稍后带你来到日本。
迎回到原视晚间新闻。今天在立法院举行了各委员会的召委的选举，主审行政委员会预算跟业务的内政委员会的召委分别是国民党籍的江启臣，还有民进党籍的李俊毅。另外立委孔文吉则是第一次在教育委员会担任召委。立法院第八届第三会期八个委员会七日举行召委选举，国民党团在财政司法委员会各拿下两席召委，其他委员会则拿下一席召委，一共十席。民进党团方面则拿下其他六席召委，其中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籍召委则由立委孔文吉担任，民进党则由郑丽君续任。这个会期可能会处理非核家园推动法草案。第一次在教育委员会担任召委的立委孔文吉表示，这个会期会聚焦在核四、蓝与核废料处置、原住民族教育以及原住民族电视台移交给原文会的议题上。原民台这个跟文化部有点关系，就是公视基金会啊，所以我可能会就是针对我们原住民电视台啊，这个出这个要怎么样移拨到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一定会给文化部一些责任。核四可能是这一次教育委员会的一个重点啊。那当然除了本党，那民进党他一定会针对这个，一定会有一些像什么法案的要推动非核家园这个推动法啊，基本法，那这个部分他们会提。但是我们要怎么样配合这个核四这个议题啊，要怎么样针对我们蓝屿地区啊，这个核废料这个最后处置场这个问题。立委孔文吉也已经提出原住民族教育法第25条的修正案，希望可以有效解决原住民族地区教师流动率高的问题。而这个会期各立委分布在四个委员会，立委高青素梅继续留在内政委员会，孔文吉和原本在司法委员会的郑天才在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林正二续留在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廖国栋及简东明则继续留在经济委员会。由于经济委员会这个会期将会处理国营事业的奖金以及攸关核四台电的预算案，立委简东明表示赞同人民公投也会着重在蓝屿核废料处置的议题上。我是站在赞成的立场啊，由我们人民来决定嘛，到底要不要继续盖，由我们来决定。基于安全的考量，我们是不希望把它放在蓝田这个地方。另外这个蓝屿这个部分哈，这核废料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储存在核能厂里面呢，不要再继续放到我们原住民地区。核四议题是这个会期的重点，也是必须跨部会协商。各委员会召委拥有安排法案的权利，蓝绿双方都卯足全力。由于经济委员会在这个会期立院要送出核四公投，再加上经济部长换人，想必在这个会期将会是媒体追逐的焦点。记者邓立夫马耀立法院采访报道。反核声浪四起，民进党立委田秋瑾、潘孟安现在就提出了蓝屿核废料储存损害补偿条例草案，希望借由立法来约束政府补偿蓝屿人或是任何核废料储存厂所在地的人民。草案的内容包括政府必须设置蓝屿共同发展基金100亿元，而且必须提供免费定期检查、健康检查。一旦被发现有任何蓝屿的居民因为核废料有生命财产的损失，政府也即刻要赔偿20万元不等等等的相关法条草案内容。目前民进党正在党内联署，但这样的草案有没有可能被执政党籍的立委也接受？田秋瑾只能精神喊话，表示希望不分政党的立委都可以支持。有鉴于低放射性核废料常年在蓝屿岛上对亚美族人的危害，政府应予任何形式损害进行补偿。由立法委员田秋瑾跟潘孟安为发起人，并由民进党其他所有立法委员联署的蓝屿核废料储存损害补偿条例草案已经出炉，并且民主进步党将视为本会期最优先法案，要送进立法院公决。草案的重点综合有五项。第一项是医疗权益，对于蓝屿因低放射性废弃物致病者，必须有充足的医疗资源跟人员提供治疗跟照护，并且安排达悟民众定期的健康检查。第二项必须建立蓝屿民族发展共同基金，新台币100亿元。第三项，本条例主管机关为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
第四项自民国71年5月17日核废料迁入兰屿时至本法执行前，因低放射性废弃物影响而致病者或财产因此受损之达物居民，都必须每月发给补偿金或赔偿损失。第五项本法实行后3个月内，政府必须拟出核废料迁出计划，并举行公听会；2年内必须将核废料完全搬迁离开兰屿。核废料放在这个兰屿，然后这个最惨的是蓝绿两党的总统都答应要把它移开，不但一桶，连一桶都移不走，甚至于越弄越多，9万多桶经过检整之后呢，变成10万多桶。那我的意思说，这个事实上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非核家园的证明，就是我们台湾根本没有那个条件用核电，我们核废料没有去处。田秋瑾说，核电厂就像是没有厕所的豪宅，而核废料就是这些排泄物，这些排泄物不是堆砌在豪宅里，就是往别人家里丢，这应该要适可而止了。他还表示，根据宪法第5条，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第15条，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精神，核废料都不应该就这样放在兰屿。既然伤害已经造成，无论是哪一个政党，都应该要支持这个补偿条例。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comment，因为这是他的主张嘛。因为他这个是法案的讨论，我们会经由行政系统去表达意见嘛。台湾电力公司核能沟通小组表示，台电回馈金计划有完整的规划，把回馈金发放到兰屿族人手中。台电目前会遵照这个计划继续实施回馈金的发放。对于立法委员提出的草案，则表示目前不方便表示评论。民进党起诉权利的补偿条例是否会被其他政党认同，在立法院通过，只能拭目以待。记者格伦吴六，台北市采访报道。由在野党立委提出的这一份核废料补偿条例草案初步获得蓝营部分立委的肯定，认为利益的确不错，但是依然埋下伏笔，表示细节还必须在立法院内再进行讨论。至于达悟族、雅美族的年轻人，在今天知道了有这份草案之后，表示蓝屿人要的其实不是金钱，而是自主权。民主进步党将在立法院第8届第3会期列为最优先法案的蓝屿核废料储存损害补偿条例。在野党跟执政部分原住民及立法委员初步了解之后，这样的补偿蓝屿居民的法案，民进党立委林政秀表示非常乐见蓝屿人的权益可以透过法案来尽可能的补偿。不过条例细节可能有不清楚的地方，在立法院的修正动议可以进行调整。我当然非常支持这个民政党团所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草案啊，如果上述这些这个我的质疑能够作为一个处理，我觉得先，而且我认为，这个利益非常的好，已经是基于事实，基于可行，那么基于民众的需要，这几个条件呢，在三个条件的，说明的非常清楚的状况之下，能够让这个法案来通过。身为国民党中常委的立法委员廖国栋，虽然认同草案精神，但是他个人对细节执行的可行性有所存疑，希望民进党可以进行说明，或者是与所有原住民及立法委员进行讨论。如果达成共识，他一定会会同其他几位国民党的原住民及立法委员向国民党团沟通，来支持这个法案。不过这几天来到台北准备参加3月9日反核大游行的达悟年轻人，却有不同的看法。至于民进党的这些补偿的什么条例，这些诉求，我觉得在更早之前的所谓伙伴关系，到你们现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它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不管你补偿多少，我们今天蓝屿人不是爱钱，我们是爱这块土地，那你必须要去尊重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在抗议。蓝屿青年们都表示，立法委员愿意花心思提出补偿蓝屿的法案，固然不是坏事，不过他们真正在意的并不是这些金钱的补贴。更强调，不管是哪一个政党，都不应该用金钱去衡量一个民族的价值。达悟民众真正在意的是使用土地的自主权，以及将已经被伤害的土地恢复到最原本的样貌。记者格伦吴六，台北市采访报道。为了促进台日防灾经验交流，日本311赈灾区的大学生访问团一行30几个人，在行政重建会的安排之下，在今天抵达屏东县永久屋基地里那里部落参访。日本的团员首先拜访马家村的头目排湾族的徐春美，而且接受头目佩戴花环头饰表示欢迎，随后走进了马家大社好茶部落以及长荣百合国小。日本的团员对里那里部落永久屋社区整体的规划认为可以兼顾文化生活心灵多面向，
感到羡慕。而部落的建筑语汇来自日本的年轻人表示，也展现了生命力。世界棒球经典赛的复赛明天即将要开打，中华队明天晚间六点首战对上日本，球员们在东京巨蛋正在加紧的练习。今天同样是阿美族旅日知名的球星郭元志也到场为年轻人加油打气，中华队很多球员都说要谢谢先輩。今天当然在现场也吸引了大批日本媒体采访，尤其王牌投手王建民更是被锁定，还被请求示范声卡球应该怎么握。对于中日大战，王建民是不是会先发？教练团说有可能，但是还没确定。如果王建民可以先发投五六局，那么中华队的赢面就相对大了许多。中日大战即将开打，中华队球员从昨天抵达日本就马不停蹄，连续两天积极练球以及适应场地。毕竟东京巨蛋使用的人工草皮和台湾不太一样，许多球员把握时间抓球感，而大批的日本媒体也到场关注，尤其锁定中华队的王牌投手王建民。听起来他说你的先发球是跑的很不错，因媒体要求，王建民还当场示范声卡球。至于八强赛的首战会不会派上健仔先发，总教练谢长亨则表示有可能，但还没确定。假设是他真的是明天的先发投手，我们希望他的这个如果可以投到第五局、第六局，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机会就还蛮大的。面对日本将派出左投能见独使先发，谢长亨则说中华队将展现缠打的能力，并且把握机会展现中华队棒球的实力。在前一场预赛自责输球的郭宏志现在已经整理好心情，他说会全力以赴为球队拼战。还好吧，我们没有压力啊，反正这边就不重要嘛，不用帮忙。有没有觉得日本比较冷还是怎么样？差不多啊，中华队还蛮热的。八号傍晚就要对战地主日本队，中华队的士气高昂，自信满满，不只要抢下首战胜利，更要一路过关进军美国。记者综合报道。好，应该如何预防糖尿病或是高血压呢？阿美族人有妙招，就是说多吃山苏或是龙葵，也就是达多根，就可以降血压。不过医师表示，少碰油炸素食才是上策。罹患糖尿病、高血压患者，医师建议除了运动、饮食控制之外，还必须按时服药。但是对原住民族人来讲，自己种的山苏、龙葵才是良药。居住在台北有三十几年的老夫妻，妻子在46岁时罹患高血压，现在已经70岁了。能够让他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并发症，都是靠阿美族传下来的智慧。过去不靠药物，是靠蔬菜来增加抵抗力。原住民说了把锅，还有那个罗锅。谢谢啊，他的中文的名字那那个龙葵是吧？哦，龙葵是吧？还有那个山苏。哦，山苏。哎，那些。就比较可以治疗。对，他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是吃了这个，就被什么得到什么病了。野生就在我菜园很多了。哦，你就自己会弄。摆一摆清汤这样子喝，吃下去好像把那个什么。就是排毒这样。阿美族妇人曾经一度停药，不再服用高血压的药物，发现血压不断升高，情况不妙，所以在社区空地来种种菜，尤其是老人家传下来的山苏、龙须菜，来预防病毒强身健体。医师表示，虽然蔬菜不见得能治病痛，但是多吃蔬菜是正确的选择。都不可能光靠一个食物就能够抵抗，他吃蔬菜，他喝很多可乐，吃很多的甜食，他也一样吃很多的肉或吃很多的饭或吃很多的食物，一样都会得糖尿病或高血压。我们要鼓励每一个人要吃各种不同的蔬菜，他才有不同的营养。现在移居到都会区，到处都可以吃得到垃圾食物，高血压、糖尿病太容易得了。阿美族的夫妇还是持续种菜，并且也按时服药。医师还是呼吁民众少碰油炸、素食以及小朋友最爱的零食为妙。记者杨赛台北市采访报道。为了协助经济弱势家庭的孩童，有慈善团体义卖 T 恤。
风筝缓缓上升飞翔，象征梦想起飞。为了帮助弱势家庭孩童，慈善团体与企业2009年开始共同发起了爱 T 恤公益活动，已经迈入了第五届。借由 T 恤的义卖来帮助10000多位的孩童，其中就有1/3是原住民籍的孩子。希望借由大众的善款，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吃饱、穿暖、快乐上学。这个生活照顾基金呢，基本上其实是希望能够帮助很多的这个弱势的孩子。那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我们偏乡里面的原住民的小朋友哈，就是他们其实在这个生活上面，不管是食衣住行哈，还有或者是说他们在上学的部分、他们在医疗的部分，如果有一些匮乏的话呢，我们都能够提供这样子的资源呢，能够协助他们，然后让他们能够这个吃得饱、穿得暖，然后也可以快乐的上学。这次活动也邀请了艺人张荣荣担任爱心大使，3月初曾到桃园小学与小朋友们一起彩绘梦想衣服，这次要借由艺人的身份来影响号召大众共同发挥爱心。我希望这一次的就是彩绘梦想点蜡烛和一人一助儿盟的这个行动，可以帮助我们的更多的小朋友，让他们可以更快乐的成长，找寻到自己的梦想。目前爱 T 恤已经累计义卖了165000件，今年目标设定在义卖35000件，预计募款3000万元。慈善团体与企业以实际行动为孩子带来更多的欢笑与梦想，并抛砖引玉，引起更多民众一同响应。记者郑八号台北市采访报道。医生提醒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除了运动、饮食控制之外，一定不可以自行减少服用药物。我们要回复我们古时候的有体能活动的作息，而不是每一天都坐着看电视啊或打电脑。医生无奈地表示，现在的人都缺乏运动，并且大多数都以工作繁忙为理由待在家里，就许多的宅男宅女。但是越是这样，潜藏的危机就是罹患高血压、糖尿病。现在每一个人都是坐着看电视或上班，就最大的差别就运动量减少。现在人吃的是垃圾食物，我们现在人应该要吃什么？我们现在人应该要吃2-3两肉，我们要吃很多的五谷杂粮，我们要吃更多的蔬菜，我们吃2份水果，而不是吃现在所有的其他那些东西。另外，医师强调，现代人去看医师完之后就不服药，或是看到很多药物担心吃多了会有副作用也不服药。医师强调，口服药物数10亿人口用过，没有致命的副作用。10年不会伤害，100年不会伤害，1000年不会伤害，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些药物都全球的好几亿的人在吃的，这不是医生自己在家里这样手拨一拨就这样搓一搓做出来，全世界都在吃，这些药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不用考虑这个伤害的问题。糖尿病、高血压患者除了运动、饮食控制之外，不要自行减少药物或是发明疗法，不然容易发生败血症、心血管疾病，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记者杨算赛特别是采访报道。在今天中午，花莲发生了地震，地点在花莲的秀林。而在今天，各地的天气也都不错。山海气象时间交给老外。是的 ，Glass， 观众朋友，来和大家晚安。今天各地的天气都很好，而且白天艳阳高照的感觉还有些热。就以我们屏东的三地门来说呢，最高温接近到了30度。因为这个天气好的关系，同时间要在这边提醒大家，日夜间的温差也就特别的明显。入夜之后呢，现在的温度又会开始下滑。至于明天的天气如何呢，我们就从卫星云图一起来看。从这一张图呢，可以看到目前呢，在我们附近暂时没有比较强烈的云，所以呢，明天各地的天气呢会跟今天一样好，而且呢紫外线很强，同时间呢温度也会跟今天一样热。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呢，在这个没有云的地方呢，有一个太平洋高压，因为它的存在呢，风向是吹偏东南向的风，所以呢温度感觉起来也就相对的温暖一些。不过呢，就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日夜间的温差会特别的明显。其中呢，又以我们高海拔的山区部落来说，像是在嘉义的阿里山，明天的最高温呢会达到15度，但是呢最低温就只有5度，中间就有10度的落差。所以呢，我们高海拔的山区部落的民众保暖的工作还是要确实的做好。另外呢，同时间呢要提醒西半部以及外岛的金门、马祖地区的观众朋友，
因为这个风向是吹偏东南风的关系呢，所以清晨的时候容易有局部雾的产生。至于明天更详细的天气预测，一起来看山海气象。继续来关心近海的风浪变化，因为目前的风向呢是吹偏东南向的风，所以近海的风浪都不会太大。明天最高的浪高呢都不超过1.5公尺，不过还是要提醒海上作业船只要注意安全。接着来看为您整理的渔业气象。明天各地的天气呢会跟今天一样好，白天晴朗炎热，提醒在户外活动的民众要做好防紫外线的工作。另外呢，早晚的温度是属于比较凉的，民众记得适时的添加衣物。而在高海拔的山区，像是在阿里山、离山温度偏低，感觉就比较冷了，因为呢低温呢会在5度上下。以上就是今晚到明夜气象预报，继续把时间交还给 Glass。好的，非常谢谢老外在今天来到山海气象，感谢老外，也感谢观众朋友您在今天的收看。如果您有相关的新闻题材要提供给袁氏，或是您对刚刚看到的新闻内容有任何建议，都欢迎拨打袁氏的客服专线0800-211-000。我是阿美族的 Glass， 祝您今天晚上一夜平安，再会。
去年底，立法院三读通过紧急医疗救护法修正案，并于2013年1月16号总统公布施行，其中增订公共场所应设置自动体外心脏驱颤器 AED 等急救设备。紧急医疗向来是原乡地区一大课题，未来 AED 是否将在原乡普遍增设，能不能弥补急救病患到院前救护的不足，成为原乡居民关注的问题。爪哇岛的外公家拜访，在这里不但可以划船，还能爬树、采榴莲、采红毛丹，还有，这里还有世界著名的波罗浮屠寺哦。2月18日起，每周一下午5点，在原视频道，跟着我们一起放寒假。马萨鲁迪亚根迪斯，我们原地发声，欢迎收看《原地发声》，我是迪斯马少。大妈，你会发声。